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巨人叫做拉麦。拉麦长得很高大，但是却非常的懒惰，从不主动去找猎物吃。他总是坐在山底下，等着山上的猎人追赶的猎物靠近时，他便张开嘴巴，猎物自然就进到他的喉咙里去了，因此猎人们都很生气。拉麦几乎把所有的猎物都吃掉了，害大家都没有东西吃，饿得要命。于是大家就决定要想一个办法把拉麦杀掉。有一天，族人们又成群结队的上山打猎，拉麦看见了很高兴，心里想，这么一大堆人去，一定有很多猎物可以吃。族人们到了山顶，就用火烧一块大石头，把它烧得非常非常的红，然后一边喊着猎物来了，猎物来了。这时候山下的拉麦就张开大嘴等待着，结果大石头一下子就滚进了拉麦的喉咙里，拉麦就痛啊痛的，一不小心滚到了海里，淹死了。传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蓝屿和绿岛，就是拉麦滚到海里后翘起来的两只脚掌。